话，你刚刚说我们都当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旗，对，这个话有任何民进党的这个大台面上的人物这样讲过或表现过吗？不是，你心里谁知道？所以这是你自己在讲，这是你自己讲，你接受我的讲法，但是今天要怎么做？今天我们政治上还有在媒体上面要怎么做？不是，不是你自己想就 OK 了。很简单，那个陈玉玲来了，张明清来了，他跑去拿着国旗，就是在作秀嘛。他平常有拿的，这是我们的国旗，我们大家要爱他，你们要尊敬他，要敬礼。他这个时候，他如果平常就这样，他跑去陈玉玲那边，人家哇，这了不起，连男的都会投他。不是，那运动场的时候，那是怎么说的？运动场那个是普通的老百姓去的，不是民进党的去的，民进党没有带头。对。